忏悔，时时忏悔彼此呢，才会有同情的心，彼此呢才会有爱的念头。这样总是呢人世间，我们现在要唤醒人人呐，最胜虔诚，要爱惜物命，爱护家己的生命，爱护别人的生命，爱护人间的生命，爱护所有众生的生命。我们要觉悟，开始如何呢？来接受，好好呢来教育家己，戒啦，戒就是爱让咱知影讲，这唔通做，那唔通做。我们要守本分，规矩要做好，这叫做改。看看盘中的这些物件，那是土的，是面包；土的呢是青菜。这呢，就是很正常的生活。我们大家一直在想，假如人人呐、都可以有那样的灵敏体悟之心，人人啊启发爱心，也要给人呼呼的啊，那提起爱的力量，好好教育啦，那教到安尼的程度，才能呢保得人的前身的平安。大地的平安，世界的平安，这才有办法。多一份善念，多一份平安，一人一善，远离灾难。